今次有咩事啊？突然間有個急症 patient， 定係有個好突然嘅手術要做啊？唔係啊！我真係諗咗都唔明，點解我哋都係醫生，我就可以準時收工，你永遠都唔知幾時先可以？算啦。 谂住求其买只戒指，我就原谅你啊！咩啊？咩求其啊？结婚戒指边有得求其噶？嗱，你肯做堂太咧，咁第时咪唔使喺条街度等我咯，可以喺屋企煮定饭，等我翻嚟食。但系如果我煮定晒饭，你又迟到嘅话，咁点啊？唔会，一定尽量唔会。尽量，冇尽量嗰两个字，冇尽量嗰两个字。 It's a silver lining, you and me on a summer's day. I long to see you smiling. I wait for that time when you will be fine. 阿燕，提一提佢，无论听日个会嘅结果系点都好，快啲翻到香港要马瑞帮佢做手术。放心啦，你之前已经交低晒啦。 你呀，你顾下你自己啦。你今朝咪讲过要追翻苏怡嘅，你翻到酒店唔好打俾佢啦。打俾佢都唔知讲啲咩。讲啲咩？咁咪讲你心目中想讲嘅嘢咯。你同佢讲，你想佢做你老婆，唔好再做普通朋友。你叫佢等你翻嚟，之后咪结婚咯。得唔得噶？ 如果佢唔中意你嘅话咧，你做咩都唔得。你记唔记得啊？唔入手术室，永远唔会知道自己救唔救到个病人。做咩？医院打嚟啊？苏怡打嚟。咁你快啲听啦！你同佢讲，边度都唔好去等你翻嚟 ，OK？ 你搞唔掂，你唔好翻嚟酒店啊！啊，苏怡啊，唐明，咁啱嘅，我啱啱都谂住俾个电话你。我参加咗联合国义务医生，我听日会离开香港。哇，咁突然嘅？你之前唔同我讲，咁我走之前同你食餐饭啊嘛。 你会咁重要，唔好影响你啊嘛！你走几耐啊？暂时决定一年。啊，一年好快过啫。你过到嗰边有咩问题嘅？你俾个电话我。我会自己照顾自己噶啦。 我听日仲有个好紧要嘅会要开啊，我谂俾唔到电话你同你送行，祝你一路顺风。咁唔讲啦，你哋仲要开会，早啲休息。再见啦，唐明。再见啦，苏怡。 喂，有冇人啊？架lift停咗啊！
誒點啊？琴晚好夜啊？攰啊 ！Come in room 去唞下，我叫阿師佬頂你啊！唔使啊，頂得住啊！係咧，揾啲同阿唐明咁打翻嚟啊！頭先蘇怡上機之前 call 過我，佢話琴晚咧就同唐明通過電話，不過就冇提會議嘅情況。唔緊要啊，等咗大伯多睇睇咩情況啊？森哥，係個 patient 持續流鼻水一個月，冇發燒冇感染，我懷疑佢腦底骨裂，麻煩你揾人送佢上 Neuro。哇！幫手送個 patient 上 Neuro。Sorry 啊，昨晚同唔到你一齊打電話。唉，蘇怡走唔都唔俾你陪佢咩？同埋打幾個電話啫，算得係乜嘢？咁點啊？今日有幾多個病人會嚟啊 ？Well， 應承出席嘅有20個到啦。如果真係出席嘅話，我諗打個八折。無論幾多人出席都好啦，總之個會咧點都唔可以叫停噶啦。嗯，冇辦法啦，都盡咗力喎。森哥。西營盤有商業大廈發生電梯急墜意外，傷者頭部受到撞擊，仲喺電梯入邊昏迷咗。Control 叫我哋派人嚟睇下。森哥，我去啊。阿欣，你叫阿 Ben 跟埋一齊去啊。阿 Ben 今日放假，我去。不過六點前要趕翻翻嚟開會喎。OK。杜大仔啊，琴日有冇睇 YT 同唐明喺上海嗰個會啊？喺個官網睇到個直播。看來那班藥商代表不肯賣帳，人家做生意的嘛，不是開善堂的，你知不知道很辛苦研發一粒藥出來的，得個20年專利，你叫人怎麼便宜給你啊？如果他們只是掛著賺錢的話，那就很多人賣不起藥，在這等死而已。唉，是這樣的，這個世界是很不公平的。歪頭多少 ？House 150，有點偏高。跟他下 interval， 減慢他的心跳。好。係啦，阿 Vincent 同阿 Ian 又話今日會帶嗰班罕見病嘅病人嚟醫院開會啊，知唔知發生咩事啊？啊，係咪 YT 臨走前交代落啊？我都唔係咁清楚，好似話個會會連線去世衛會議嗰邊。唔好意思啊，張小姐。醫生，啱啱發生咗一單墜跌意外，阿 Vincent 同埋 Ian 去咗現場。佢兩個趕唔趕得切翻嚟啊？現場情況我都不清楚，不過我相信他一定會盡量趕回來的。還有三個小時，跟我打電話回新聞部，看看有哪個記者跟緊這宗 case， 有什麼最新情況就即刻通知我。我們明誠北的醫生，現在什麼情況？我們已經穩定了布鈴防止他跌下去，保安已經找了人來維修，說大概要45分鐘布鈴才捉得回。我們本來打算由氣槍道吊個傷者上來，但救護說傷者可能撞傷個頭，立亂動他的話會有危險。OK， 我落去睇睇。Thank you， 小心啊。OK。Patient 情況點啊 ？Patient 有手腳有骨折，同埋有腦外傷。我哋啱嚟到嗰陣，發現 Patient 耳仔有少少出血，所以我哋緊急陰喐佢。Patient 大細眼，左邊瞳孔對光冇反應 ，GCS 得翻五。佢個 pulse 一路跌緊。掉得翻58，但佢收縮壓升到176。Patient 颅内压过高，要即刻同佢翻医院释放颅压。K， 买啲阿 Sir 布呢几时都得翻？哦，或者我哋可唔可以喺个气窗度吊佢上去咧？你而家睇紧嘅系 TVB USA 官方频道，想睇更多 TVB 精彩嘅节目片段，就快啲揿埋下面个钟仔 subscribe 啦。